回转寿司吃什么？动动手指，各种生鱼片立刻送到你面前。日本第一品牌寿司店在基隆站前店展店，十号开始试营运。品牌特别准备了特别商品，尾鱼及上刺身，让民众大饱口福。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帮助，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。然后都在捷运站这边附近，都在交通的要塞，然后停车害车应该都方便。它很新鲜，而且不会让你吃得像安尼，一隻 Q 啊。知名寿司店在基隆展店，用餐区总共设置176个座位。享用美食寿司的同时，还可以远眺基隆美景。店内还设置了网美拍照区，超可爱的寿司造型椅，让民众可以拍照打卡。你看这边有那个尾鱼寿司造型的椅子，坐在这上面非常可爱。然后这边呢，又有一些就是装饰的，就到时候大家来就可以坐在那边拍个纪念照。知名寿司集团来台第五年，已经有35家分店，基隆站前店成了第36家店，继多家知名的连锁寿司店来基隆展店，业者看好基隆寿司消费市场，来客数渴望持续上涨。食材的话呢，其实蛮多都是进口进来的，然后我们的寿司米还有我们的寿司醋，全部都也都是从日本进来的。那希望就是可以提供跟日本相同的味道的寿司。因为这次呢，我们主打的是世界美味，那所以我们就是把世界各地好吃的食材全部网罗进来。以目前基隆市中心原有的真鲜哈马寿司店和今年初加入的藏寿司，而寿司郎在7月10日开始试营运，基隆寿司大战即将开打。我都好吃哎，寿司都喜欢，对，都喜欢。其他的业者来说的话呢，像是有的是比较象征娱乐性啊，或者是强调是季节的一些食材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就是互相加成啦。寿司连锁品牌纷纷来到基隆插旗，客群各有不同，主打的风格也不同，但对于消费者来说，有竞争才有选择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